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刘神获得了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颁奖晚会最受欢迎影视歌曲，只是这个话筒好人性化哦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周深发表话仔感言的时候说，感谢自动升降的话筒多给他争取了3秒时间，3秒很多人可能会划过几首歌，希望大家在划到一首还喜欢感兴趣的歌的时候能够停下来听一听，因为作为一个歌手能够被大家听到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。周深，你被越来越多人听到了，要想要唱好影视金曲，当然要具有百变的共情力了。任他什么剧情角色，不管是什么言情奇幻的、悬疑的、家常的，歌者都必要需以先重一步来进行投入，高观众一层来领悟，故此方能够引人入胜，为影视作品营造意境。环境的化学稳定性很高，所以呢，有真金不怕火炼之誉。要想要唱好影视金曲，当然要具有强大而稳定的唱功。此举作者给的挑战，通通接得住，不但是要接得住，还要接得妙，接得呱呱叫，还要让慈禧老师最后意犹未尽，赞叹一句：早知道啊，就写得更难点了。黄金的化学符号呢为 AU， 来自于罗马神话中黎明女神欧若拉的故事，意为呢闪耀了黎明，而身获最受欢迎男歌手和最受欢迎影视金曲双重大奖的周深，恰好就有那么的一首歌《黎明翅膀》。这首歌词所言的，希望是绝望里坚守的信念，无论时空怎样变化流转，我依旧前行在这条路，张开那双黎明的翅膀。周深是厚积薄发的歌手，从默默无闻到现在被大家认可，他一直都在唱歌，可是他一直是以唱歌为主业的。出道之后呢，一直都在请老师为他精进，热爱呢果然是会让人闪闪发光的。周深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，恭喜周深哦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